效果最大化广告，又称 PMAX 广告。效果最大化广告系列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新型广告系列，借助它，效果导向型广告客户只需制作一个广告系列，即可利用所有 Google Ads 广告资源。它的用途是对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广告系列进行补充，帮助您跨 Google 的所有渠道，例如 YouTube、 Google 展示广告网络、 Google 搜索、 Google 探索、Gmail 和 Google 地图寻找更多会完成转化的客户。效果最大化广告系列可根据特定的转化目标帮助您提升效果，借助智能出价跨渠道实时优化广告效果，从而提高转化次数和转化价值。效果最大化广告系列可在出价、预算优化、受众群体、广告素材、归因等方面运用 Google AI 技术。适用情形，在以下情况下效果最大化广告系列是理想之选。您已设置具体的广告目标和转化目标，例如提高线上销售额、发掘潜在客户等，您希望最大限度地提升广告系列的效果，且不限定广告的展示渠道。您希望通过单个广告系列轻松覆盖 Google 的所有广告渠道。您希望在基于关键字的搜索广告系列的基础上扩大覆盖面并提升转化价值。更多关于谷歌 PMAX 广告知识，欢迎关注。